严水龙于民国前八年出生于台南下营乡红厝村，从小个性就相当的独立而坚强。十八岁赴日习画，在东京美术学校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期间亦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你见到讲修炼了，未当了，也得去个回家讲，要回家吃素高先生替你立啊，你那这个台湾钱家的，你才去行呀。这个就是讲日本人对咱的这个照顾。26岁的时候，严水龙旅发深造，在巴黎文艺气息浓厚的陶冶之下，严水龙在绘画创作的技巧与表现都有很大的进步。然而由于盘缠有限，为了在专业艺术领域中待久一点，他只好更加的省吃俭用了。在巴黎在研究的台上，我们完全相信研究，说其他说我们真爱真欠了，说其他以法国的面包等等等买一支来拜一吃一支，拜二吃一支，拜三吃一支。严水龙他凭借着毅力走过贫穷，默默耕耘彩笔，终究走出一片天，才会了美妙的人生。他不仅是正统西洋绘画科班出身的画家，而且拥有完整的学经历，从早期东京美术学院的教师藤岛武二、冈田三郎助，还有印象派大师范邓肯，他都曾经拜访请艺过，所以他的艺术成就斐然。严水龙的画作曾经多次参展，亦得过许多殊荣。他的画呈现一种相当理性的风格，简单朴素的构图安排之下，却能够将作品主题里那份坚实庄重的精神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不管是人物或者是风景画，都相当的耐人寻味。他的素描基础很好，那么他的每一张画哈，他都经过先，现场去描，速写回来，所以每一张速写的作品都非常工整的描绘出来哈，然后回来之后才画成油画啦，或者是水彩，所以他的作品我们一直感觉是比较属于理性的表现，尤其是他把复杂的画面啊都简化啊，所以比较大块面的一个表现比较多。很多人都认为严教授的这个绘画当中啊，他的白色很有风格，很有特性，尤其他的这个象牙白的这个颜色啊，表现在这个玫瑰花啦，或者是他画的这个百合花啊，还有很多白的地方，那个颜色有特殊的这个魅力。严水龙教授的话呢，他最早的时候，所有的台湾的画家当中，对原住民意识跟乡土美术呢，最先发出兴趣的画家之一。他跟一般艺术家不一样的，他轮廓很清楚，构图严谨，用一个原始的台湾本土的造型和一些一个呢色彩。再来的话呢，他的一个设计，尤其他很重视一个呢，好像是一个质感的描绘，这一点的话呢，就是一个他别的画家里面所没有的，这是他的一个特色之一。在台湾的美术史上，严水龙一直是个领导者，奇人奇画
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民国二十三年，他应聘台展西画部审查委员，并且与陈澄波、杨三郎等人创立了台洋美术协会以及台洋美术造型协会等等。直至今日，颜水龙一直与画坛有着密不可分的连结。而再谈到其在广告设计方面的长才，又是颜水龙另外一项较不为人知的成果。看他早期为大阪寿毛家公司所设计一张张颇具巧思与创意的佳作，可以感受到画家可爱俏皮的另外一面。从纯艺术到后来致力于工艺美术的推广，有些人难免会纳闷颜水龙的这项决定。但是对颜水龙来说，由于不忍见到故乡台湾的居民生活在贫穷与脏乱之中，他才毅然决然地承担起美化与教育的使命。他认为艺术就在生活里，于是他开始四处奔波，到处去考察。而为了使这个缺乏美感的社会再度复苏过来，他积极地推展手工艺，期望既有美化生活周遭的器具，可以带动大家一起来为改善生活品质做努力。我同意说，我要让叫家人开放，那个开放的方法啦，啊，就是我伊的生活用处啊，美化，哦，我伊大个空间啊，美化，伊用的桌啊、椅啊，哦，啊个餐食饭的。你过来穿的，迄个拢有这个做传统性的，诶，这个文化。伊若要用安尼来穿啦，伊的造型都要开始，开始讲这个做穿，要提高伊的生活品质。颜水龙认为，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它拥有许多原住民及汉民族丰富的文化艺术风格。并且因为特殊的风土气候，也有许多土产的天然资材可以利用。如果能够将这些传统好好的发扬光大，相信推动工艺并非难事。于是民国四十年，颜水龙获聘省政府建设厅技术顾问，负责辅导推动手工业。民国四十五年创设台湾手工业推展中心，并且教导妇女衔草编织。他过去啊，他对台湾的贡献相当的大。他曾经呢，去研究啊，这个呢，那个草编的那个帽子，或是提篮，或是相应的这些器材啊，都是因为他的规划。结果呢，让中南部啊这一些比较贫困的农业县市啊，他本身因为这一个呢农忙时节啊，那妇女呢可以成为家庭的手工艺，甚至呢到最后打进啊。外销的市场去，那这一点是让我非常佩服。我一直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啊，可能是他对台湾手工艺的推展非常的关心啊，尤其是台湾的手工艺中心，就是他创立的啊。他当文建会的一个委员的时候啊，台湾所有的各县市的文化中心，那么都是经过他非常啊。那么诚恳的去规划哈，所以每一个文化中心它都有特色，都是它提倡出来的。好像现在台北县那么陶瓷的那个博览会啊，那么它把台北县的文化中心强调重点在这个陶瓷业的介绍，像那个南投文化中心它就强调竹编的介绍，所以它每一个文化中心它希望它有特色，都是它的一个创意啊。除了倡导手工艺活动之外，战后颜水龙更投入教育工作，为培养工艺人才催生。民国四十九年，他受聘艺专美工科兼任教授。
五年后转任台南家专美工科教授兼任主任。民国六十年则获实践家专邀聘，创办美术工艺科，一手策划所有的教学方案，直到民国七十三年退休。他悉心耕耘的这块教育园地，培育出来大批的台湾工艺美术的子弟兵。为了建造一个富有艺术气息的生活环境，他更提倡大家美化环境要从自己做起。例如他自己便首创麻新围织成各式领带，并且身体力行传带着自己所织自己所染的领带。他在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可以发挥他的作用，就好像他去开办了、这个实践家专美工科啊，原先大家叫阿公阿公啊，那我觉得说，哎，这个对老师怎么叫阿公啊？但是后来我看到他真的是那一种无私大爱啊，他照顾这些年轻人，然后希望极力培养这些年轻人成为家庭的中间分子。严主任来美工科当主任的时候，年纪已经蛮大的。那我们学生都叫他阿公啊，那我们也跟学生一起叫他阿公啊。哦，虽然他是我的老师啊，但是我们也叫他阿公。那么他最大的给我感受就是说，他真的是一个热爱台湾乡土、热爱我们这一块地的人啊。他的看法一直觉得说，台湾有很多很别的地方没有的特色，可惜我们大家都忽略掉，而且我们对这些也不掌握。他一直觉得说台湾有很多很漂亮的东西应该可以表现出来，所以他对我们学生一直要我们对传统艺术啦、传统 的文化一定要重视。所以我们每年他都要我们带我们去台湾，走遍了台湾很多古迹啊、古厝啊、古庙，甚至很多工艺的地方，我们差不多都是每年都要去一趟啊，所以学生都跟他相处得非常好。严水龙不仅放下艺术家的身段，亲自统筹台湾特产工艺的开发设计，扮演类似实业家的角色，又像是个园丁一样，在学校里灌育工艺美术的新苗。严水龙更施展自己美术的长才，使我们生活环境更赏心悦目。民国五十年开始，他陆陆续续制作了十多件的马赛克壁画，渐渐工程浩大，耗资又费时，但是他仍旧竭尽心力，排除万难，逐一克服。每件壁画在施工前，他都事先画好草图，再将它放大，移画于制作壁面同样大小的白纸上，再依照原设计排放切割过的瓷砖，直到效果与草图相符，并且觉得满意为止。当然，要从事这样庞大的工程，也得结合许多学生分工合作，才得以能够完成。严水龙制作的马赛克最大的特点，即是它是采立体图像的排列组合方式，而不是平面的构图。其中色彩明暗的穿插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例如他在设计台中体育场那片马赛克的时候，就是使用了很多空间的处理，他用多视点的方式来表达，整个画面的构成是三个三角构图，令欣赏者看了之后会很舒服，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此外，还有花莲慈济医院的佛陀治病图，也是利用当地特殊的风格。在背景处理，严水龙也曾精心地研究过，他试图使欣赏艺术作品不再是少数经济富裕者的专利了。
另外，提到台北市几条美丽的街道，例如仁爱路及敦化南北路那一大片浓荫的绿树大道，其中行人可以从容散步的人性化设计，更是严水龙当时的巧思与创意。台北仁爱路还有敦化南北路那两条啊，就是他规划的。当时听说他规划的时候，很多这个人都反对，他说为什么路要留那么大，而且那个种树种的那么多哈、啊？那么他坚持说，要成为一个国际都市的话，一定要很重视这个整个景观啊。那么尤其是树木啊，这个一定要种多。所以我们今天坦白的说，能够代表出来是属于真正的国际都市里头的最标准的一个道路，可能就是他规划的那几条路。走过半个世纪，严水龙将大半生命奉献给了公益推展，但是纯艺术创作却也仍然在他的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民国四十几年后，严水龙的绘画风格已经逐渐鲜明，其题材亦多描写台湾的风土民情，其中他对原住民的人物描写相当的生动。他通常会很关心注意到这个绘画的这个风土或者是气候的关系。那所谓风土或者是气候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例如说他画台湾的这个房子，那么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房子呢，都是用红瓦来盖这个屋顶，用红砖来砌成墙，那么这个红色看起来好像是一样。那么严教授他会因为这个气候的不一样，或者是那个地方所做的砖头的烧的这个硬度不一样，所呈现出来的颜色不同来表现。例如说淡水盆溪，那么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房子啊，那个红色啊是特别坚硬的那种红色。这个台南的这个刘氏宗祠的砖瓦，因为风化的关系，它所呈现的橙色跟黄土色的那个接近那种要风化的那种比较暖的那种感觉的色彩。再南的，例如说高雄，它那个房子的这个红色啊，就带有一种碱性的，好像这个经过常年这个风化，那么那种碱味中的红色的那种感觉。严水龙先生啊，他是第一个关心到台湾之美的造型、颜色以及它的质感的人。那在他的那个作品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留意啊的一个风土人情，比方说像蓝鱼的作品里面啊，可以说是他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作品之一啊，特别是蓝鱼的船。我想他曾经讲过，他要画的是那个船舷上面呢、啊、那一个鼓胀的饱满的力量，而不是只有那一个形。所以呢，显然呢、啊，他在这上面呢、啊、的用心呢、啊，可以看得出一个艺术家的一个思维的这个方向。严水龙常热情洋溢地说道：“台湾的日头真光。”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台湾的热忱与关心。他走访南北，随时带着他的写生簿，为台湾各地的风光与美景留下永恒的记录。他认为故乡台湾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美丽宝岛。我非常钦佩他的几个小孩哈，他都没有想到说他爸爸的留下来的这些财产啊、画作哈、哦，要拿去美国。他一直想说看看怎么样子来，一方面政府也能够怎么配合哈、哦，提供给政府，永远在那边展示给大众。我想这样子，他艺术创作的一些杰作啊，才能够永远啊留下来给大家怀念哈、啊，来欣赏。在前辈艺术家中，
颜水龙不管是绘画成就或者是其他各方面的贡献都相当的丰硕，他为台湾留下无数的文化遗产，将艺术融入匠人的记忆里，并且让居民生活在真善美的环境中。其一生已经尽了一个艺术家的使命与责任，其精神亦会像台湾的日头一样永远映照在这块土地之上。他是台湾的颜水龙。